我来的时候我就选好了，已经选好了。我就是要今天输了的话要有惩罚。哎，不是这么讲，万一你输了呢？万一要分个高下的。已经选好了，已经想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这谢娜，对对，我就是要这谢娜。哎，我要获得魔力金曲争霸赛的冠军就是我们广场舞队。来过来，我们的队友队的都过来。知道。来来，三二。万众瞩目 ，Number One Rapper， 荣誉、智慧、美貌如于一身的谢娜，获得了这样的殊荣。我拿到这个奖，我要感谢祥姐，还有我们最棒的几位我的队员，